不只说一个段落，而且不管在乐团、在声乐各方面，都是世界最顶尖的哦。那我很高兴啊，我必须要在我介绍节目之前，我真的很谢谢台南市文化局整个对我们台南市的英文的付出，因为你可以看到这几年啊，我们台南市的那个艺术节一开始发展的时候，整整三个月，我们整个台南市到处都是有表演，到处都有英文活动。我想慢慢的之后，在几年以后，这一个东西因为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才是我们在努力的一个目标。那这一次啊，我很高兴有机会能参与第一次，就是把我们的舞蹈节目加入台南艺术季。那我们制作这个季用分两个部分 ，emotion。我选的那个 Tchaikovsky 的小提琴协奏曲，还有那个 Franz Schubert 舒伯特的那个冬之旅。那这两个作品，其实它在同一个世纪，但相隔了将近50年，但是它因为乐派乐风不一样，舒伯特跟 Tchaikovsky 两个都不长命。舒伯特只活了31岁 ，Tchaikovsky 活了53岁。那但是他们都留给我们后代那么多的作品，舒伯特留了1200多个作品给我们，那柴可夫斯基留了数量相当多。那我今年选的这个，我选了他们俩的音乐性的一个共同点，他们两位的音乐都荡漾了很多的一个浪漫的哀愁，但他的乐风完全不一样。那事实上，柴可夫斯基这边舒伯特晚了10年，但是因为一个在苏联，一个在东欧，一个在西欧，一个德国，德奥音乐这一系，贝多芬这一系，那所以他事实上他在整个音乐性他非常的表现的风格，他的整个表现手法完全的不一样。也因为这样我把它编，那所以在这个晚上我们选的这两个曲子，我们可以提供给观众一个非常纯艺术性，不管在声乐、在音乐，还有在舞蹈上一个很高品质的一个演出。好，那在我介绍之前，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our artist, Indonesian artist. So, Benny, Martin, Kevin, Thank you. 我就刚刚那个局长讲的，事实上我跟 Benny 在跟你还没有17岁，我就跟他合作过。当然，毋庸置疑的，就是他的，他从很小就看到他的天分，因为那他得奖。他得到真正的世界第一大奖，这是我们台湾的第一次。那我想得到这个奖，他才20岁，他才20岁嘛，所以我们很高兴这一次给你能够真的，而且他拨空来参加我这个演出。那因为这一个曲目没有一个顶尖级的小提琴的独奏，他就会逊色。那我现在谢谢。那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小提琴协奏曲。这个曲子才刚写完了以后，2年都没有巡演。他首演的时候在维也纳被一个乐评家把他批评的体无完肤。他写了一句话，他说：“听了你的小提琴协奏曲之后，我才知道古典音乐会沾污我人类的耳朵，你看多恶毒。”所以才刚是从此以后就没有再写过小提琴协奏曲。所以B 大调这个 Mary Rosenberg B 大调的音乐这一个名人，他是他为这一辈子，他那么多作品，他只写过这个音乐。但是在200多年前，大家觉得这不好，但事实上好的作品，他经得起历练。那你要知道，小提琴作品它里面有一段改编者非常的难，有一段即兴。那也许在200多年前，这是一个噪音，所以他们。我学音乐观众他们有办法去想到这种演奏技巧已经超越了200年，所以在200年后，现在的小提琴协奏曲已经变成我们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跟贝多芬的 B 大调，跟那个布格送的 B 小调，还有那个 Brahms 的那个 B 大调，小提琴协奏四大，这也是都是世界四大的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比赛。
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一个作品的分量。接下来我简单跟大家讲，为什么要选这个曲子创作。Tchaikovsky 的一生感情的生活非常丰富。Tchaikovsky 的妈妈Alexandra Basiliev， 她对妈妈的爱其实已经不是恋母情节了，她已经超出，她甚至爱她自己的妈妈，因为妈妈很照顾她。Tchaikovsky 不太会讲嘛，她有社会障碍、社交障碍症，所以她最后面她讲不出来，她把所有的音乐都写在里面。然后接下来是她的女朋友阿可戴维斯雷阿可，这是她这一辈子真正爱过的女人。很多人都说 Tchaikovsky 是 homosexual 同性恋，那事实上她真的爱过这个女朋友，就是她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她可能是这样。那他这个他大学在音乐学院的同学，就是因为他害羞，他讲不出这一句我爱你，他的女朋友等不及，就跟一个男高音结婚了，所以他很难过。为了他写了《罗曼琴》系列的音乐钢琴曲，后来他也因为他写了别的音乐，然后接下来打入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那个 Agenda Amen，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我们现在讲。这么多的音乐，我们都要谢谢他。没有他去赞助他，没有他鼓励他，全部是不可能成立。那这一位呢，就在旁边，他这一个美国夫人，他其实比全部年纪还要大。他是一个铁路大亨的遗孀，一个寡妇，但是他喜欢全部是，他赞助他，他鼓励他。他们两个人谈恋爱，但是约定不坚定。他们两个通一千多百封，一千多封的信。两个人都没有见面是四年，你相不相？这是真的故事，你就知道全部是有多美妙。那这一个柏拉图式的爱情，在他们一天，两个人不知道一个牵着一只手，一个人其实两人在森林里面散步，碰到两个人就要跟你讲，然后这一段爱情就不见，是他超浪漫哦。然后接下来他的妻子安德尼娜·伊留波娃，那他为了要掩饰他的同性恋，所以。他跟那个女的话结婚，这是他的学生。这一位女子是真的爱他，但是因为他心情很高烈，他要挟他，你不跟我结婚，我就自杀。结果到最后，他的恰克斯跟他结婚以后，被逼，他也快发疯。那也因为这样，他写了像后来的《美女》，还有后来的那个《冰雪奇缘》这一些歌剧，哦，还有很多重要的作品。那他跟每个夫人时期，他写的小乐曲，他写的非常多，像这个《Violin Concerto》也是啊。然后他跟这个太太是一段非常不和的婚姻。接下来，他跟我们放了一个很重要，就是他的同学为什么我放了这一个人，我没有放他的管家？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管家，就是表现他跟他有一生。所以管家不是只有帮他工作也卖身，所以但是因为这是一个传说，在政治上他们有进展。那我们把拉洛奇，把这个第二台湾拉洛奇方面，这是柴可夫斯基大学里面的同学。我们现在知道柴可夫斯基的故事都是从拉洛奇来，这是他唯一可以开口讲话的，这是两个男性之间真正的友情，不是爱情，这是一个。然后最后一个我们要讲，就是他这一生里面他寻寻觅觅他理想中的爱，就是那个 Vladimir Benikov， 我们所谓的 Go， 就是他的这个他在死前的最后三年，他因为跟每个人断绝性幸福，他把性幸福的对象跟着他的妻儿，然后他才找到他真正的，这我寻寻觅觅三十四十二几年的，正好是三个地区线。所以他的死是一个谜，正史记载他喝错了毒药水，清洁水自杀，大家都说不可能。所以他写完了《悲壮交响曲》以后，他想了很久，这节用什么名字？后来他《悲壮》什么《悲哀》都不好，他写了一个《悲唱》，然后他在这个上面他说：“我把这一个曲子献给我的侄儿。”他说：“这一个曲子我只有你跟我知道，我不在乎。”所以，然后之后隔了没几天，他就事实上大家都在猜测他是自杀，所以你就知道这六位人物，我刚好把他套进去小提琴协奏曲，所以你在演出来的时候。
可以看到柴可夫斯基他不是在言辞，他把所有的感情完全你看到的他要讲的话全部都在舞台，我们的舞者就是所有的流动流动，所以我们就把这一个曲子用舞蹈用动作把它完全像建舞台在舞台上面表现出来。那这是一个柴可夫斯基。接下来我们选了一个是我们大家在台湾也听了很多，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中国科研艺术歌曲大王之称，它有600多首作品，这里面像春雨、魔马少女，然后当然冬之旅，这是最有名的一个曲子，可能大家我们在学生时代都学过，我们唱过菩提树对不对？菩提树全世界有超过50个语言翻译了这个曲子，所以学艺术歌曲学声乐的学生不管从国中高中大学都会学这个曲子，这个曲子就是冬之里面的第五段，这里面的布德纳、早华安还有安上凯、吉莫都是世界名曲，一到世界各个地方不同的语言他都在翻唱。那我们编这个曲子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曲子其实是他根据那个德国诗人 Wilhelm Müller 的诗写的，这个诗写的天马行空，你没有看过几十遍你可能不太了解，但事实上他的故事在叙述一位一位思念的男子，他的女朋友爱钱，妈妈也爱钱，然后把他赶出来，因为他喜欢上一个富有的人家，然后这一个故事就从他离开家里开始上来，他在他说我离开你的家里的门的时候，他在歌词这样唱，我不会安安静静的离开，我不会吵到你，当我把门关上我会在你的门上面写不跟他保安，他事实上是一个道理，是我们睡觉的保安，然后从那里开始他展开了这个，这是外面冰天雪地，然后从那里开始第二段风向机，他就看到什么他想什么，风向机外国人古时候吧，上面就一只鸡在转动着，然后你知道他唱唱了一半，他很愤怒，他说我的女朋友像一只风向机，见风转舵，看到富人嫁富人，看到有钱人嫁，所以你知道他这个歌词很有意思，然后他就这样一直流浪。那这总共有14段，当然这个曲子原先他只做到第12段，后来他还发觉到这个诗还有下半段，他又写了后面的12段。那这个曲子一般我们是同一个晚上之夜有75分钟，我们这一次我因为音乐的关系场合的关系，我尽量不影响到它整个剧情，我把它删成45分钟。好，那我们这一次这个曲子它其实我们讲它其实可能对国内的观众，因为我们唱原文，我在节目当中有英文中文德文，我必须要把德文放出来，这个德文要的，因为这个其实英文跟中文的翻译都跟原来的德文毕竟还是差很多的，所以我们把3个语文我们放在节目台上让观众就参考，他唱是唱原文。好，那这个曲子它整个其实我们听到故事里听到它音乐，我们有时候跟它的歌词你觉得它很有的相反，它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这一位流浪的思念男子，他很失望，他不知道他要走到哪里，他被人家踢出来哪一个一个手提箱，他就不知道干嘛，但是他所唱到的任何一段哀伤啊什么他都很激动，因为他对他的人生还是抱很大的希望，所以如果我们认知的这个哀伤他是相反的，然后一直到最后面他真的走投无路，他也不要赶快走到哪里的时候，他竟然看到我们太阳怎么会变成3个人，看到了太阳变成出现3个太阳，然后刚到这边流浪到很累，看到一个摇手风琴的老乐师，他甚至说老乐师你怎么教我摇手风琴，结果人家也不理他，所以他连他最后的那一个希望他都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也不是死也不是，所以我们没有答案，所以这个